揸先頭嚟誒，落起埋先埋頭。其實呢匹馬都嚟得個狀態嚟得好快，佢七月先開賽。係啊，佢個狀態嚟得好快，上一次試習已經好有走勢啊。係咪都專登刻意安排佢初出就跑一場，即係有少少比賽？見到呢個緣分有呢場條件賽，就俾佢佢嘅成熟程度係足以參加呢場賽事啦。咁啊，今場嗰個走勢其實有冇變咧？佢仲係好亂嘅，因為都係第一次喺度跑啦。咁啊，希望佢跑完呢場佢有好大嘅改善啦。咁啊，只不過今場就贏三個馬位啦，都有啲機會加分錯嘅。都等佢加咗分睇嗰個評分再處理啦。因為依家仲係早少少講，我再一次恭喜你，文先生，多謝曬你。